今天是11月27号，星期三，天气呢晴天。那今天这种天气呢，可能就真的适合整理一些果园的这个草地，因为草地呢这个礼拜再一割呢，就应该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，因为天气转凉嘛。草被植被的一个生长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快速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倒是可以慢慢的割，一天割个1、2个小时就好了，因为不需要割得太快，因为这个漫长的冬天现在才要开始，所以就不需要割得很快速，因为草长得非常的慢，只要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是未来农场的一些工作呢，就是，草的植被的一些整理。那今天呢，当然就可以开始这个进行那个植被整理的部分。那如果下午有空的话呢，可能再做一下木工吧。我想把门，因为它本身有一个间隙呢比较大。那可能填补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让这个门呢，可以不会自动的，就被打开了，风强一点它就打开了，这是今天的主要工作。OK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赶紧上工去了，走喽。今天再来细细观察，我们的田龙族的时候化解。它最上面这一节呢，有点枯黄了。那这枯黄的原因，那也有可能就是，这个田龙族本身的一个假性花芽啊。那接下来就要看第二节这个部分，它的生长是不是持续。那第三节的部分呢，感觉上也还好，长得也有更加强壮。那现在因为最上面第一阶呢，已经发现它有枯黄的现象，而且它的主杆呢已经偏黄，所以就有风险性。那现在就看，第二阶这些花芽的东西长得怎么样？如果它可以持续生长，再撑个30天，那它存活机会呢，当然就会大的非常多。那当然这一切呢，都不是我能掌握的。这一切完全就要看他自己了。等一下还是继续给他灌一点水，确保他的水分。OK，我们今天的田龙组就观察到这里喽。